提升生产效率是产业增加竞争优势的不二法门。台湾工业发展已有数十年，但机械设备却目前还缺乏有效、现成并快速的设备监整技术。NI 国家仪器为仪控与自动化领航厂商，为提供企业设备监整，和瑞捷国际一同开发一系列产品，为解决机械设备常遇到之状况。瑞捷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是提供工业监整的服务平台及技术服务，以 Smart IoT 为基础架构量测分析及服务的一个平台，其目的呢是在提供现场综合性指标 OEE 的提升的一个可行及划算的一个策略及方法。因为在我们设备里面的话，设备稳定是我们生产最重要的，然后因为有了这套系统之后，我们可以及时发现设备的故障，让我们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。它透过 WiFi 的传递方式使更方便，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角、任何一个地方、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接收到设备的讯号，以便我们随时随地掌握设备的运转状况。ThinkPro 平台呢，后端搭载着 XWin 呢智能学习的诊断分析平台，此平台呢是依据设备类型及其的设备的失效模式呢，来决定它是使用震动、声音、温度、压力以及呢仪表讯号呢，来反映出这些失效模式的情形。而在系统的架构上面呢，它可以很容易的透过有线跟无线的网络的方式呢，在设备的四周围呢搭起一个完整的一个量测系统。因此呢，我们公司与 NI 公司呢了解了这个市场的需求以及设备监整在实物面的困难，我们发展了 ThinkPro 智慧 IoT 的一个平台，搭配着 SWin 智能诊断分析模组，来让各使用者呢针对它不同的设备类型、设备的失效模式，做一个呢有效的问题的一个实现以及可视化。